学佛不是求人天福报，求人天福报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求人天福报是凡夫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那诸位一定要知道，轮回出不去，在这个世间肯定苦多乐少。为什么？六道众生，他在三恶道住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住的时间很短暂，特别是人道，寿命，几个人能超过100岁呢？100年真的一弹指就过去了，太短了。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觉悟啊，中年50岁之后慢慢就觉悟了。人生苦短了。真的到这来干什么？遇到佛法才知道啊，人间很可贵。可贵的是什么呢？好修行呢，一定要觉悟，一定要放下。要认真，要努力修学净宗。来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那你就完全正确了。你这一生真的没有白来。为什么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决定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在这个世间我们得不到啊，太难了，到极乐世界就容易了。